我要见程局长。你终于来了。我不是来自首的。明天会有一场大暴动，二十七军军长楚鹏飞的部队在城外集结，准备趁乱攻打哈尔滨。 我只是不想无辜的百姓受了牵连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杨锦修把我从医院救出去，保密局的人也要清理他。为了保护我离开，他死了。你不相信？ 我相信你，你的这个消息很重要，我会安排下去，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。锦修的尸体在安福大街的北京，我知道。 既然来了，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。局长，准备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。进出的人一定要严查啊。 小李，怎么还有别的案子吗？朱科长，就是那个宋红林，他不是被通缉了吗？然后现在他自首了，局长就让我们把他关这儿。好，提高警惕啊，这门别老这么开着。好，知道了。局长，啊，打开。 你跟我们说了楚鹏飞的阴谋。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，才是真正有利于人民的事情。我相信，而且我坚定的相信，这一定也是你的理想，而它不属于国民党。
这是公安局，请说话。怎么办？赶紧抢救！我是怕耽误事儿，同志，那再要紧的事儿，你也不能离开你自己的岗位啊！哟，局长，局长。你说你接过一个电话是吧？是，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，我怕有什么事儿。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我接了电话就没人回答了，我以为是电话坏了。后来我还打电话给技术科的何科长，电话是好的。这段时间有没有谁进去过？这时间也不长啊，我也没听到有人的脚步声。这样，喜子，你们俩呢，跟我回局里。好，走。之后只有何科长来过，之后我就去报告您了。你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在哪儿？宋医生就躺在床上，手垂在边上，然后还流了很多血。他不是自杀。不是自杀？对。你看，徐哥，床上没有血，血都在地上，说明这个人的胳膊一直放在外面。但是如果真正想自杀的人，不会是这样。不是自杀是谁干的？咱们局内保那么严密，不可能有人混进来。你把桌子放那儿。上来。现在用你的手够灯泡。够不着，你够不着，宋红玲她也够不着。对，哎，可她要是跳着够呢？这个灯泡是拧的，跳根本是拿不下来的。还有就是，如果真正想自杀的人，不会把桌子放回原处，擦掉上面的脚印。那是谁干的？你估计。能把这个灯泡拧下来的人，大约有多高？怎么也得比我高一头啊！咱们局里符合这个人的高度的，就用谁？我们队小王，后勤老吴，治安科的朱科长。小王一直跟着我，老吴歇病假。难道是？Thank you.
发生什么事啊，局长？是这样，你藏得很深呢。藏？局长，你说什么藏啊？你的个儿很高，你实在不应该想出那样的方法杀害宋红玲。局长，我完全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。 刚刚楚鹏飞派特务来医院刺杀宋红林，被我们制服了。偷交代，明天的暴动，他们会在7点钟准时发起进攻。楚鹏飞的指挥部就藏在城东2公里以外的一座废旧化工厂。苏红林打算一个人去阻止楚鹏飞。 我没能拦住苏红林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没事吧？嗯，好的。文静没事吧？他没事，只是受了轻伤。局长，楚鹏飞的暴动会在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。特务交代，楚鹏飞的指挥部在城东2公里外的一个废弃的化工厂。局长，咱们赶紧请求民主联军的大部队支援吧。不行，现在找谁都来不及。接应军火的部队。 能不能按时到达都是个未知数。局长，擒贼先擒王，要不然我先从北满钢厂调些人，先把他指挥部断。等一等，调那么多人去打指挥部，北满钢厂怎么办？接收武器的部队随时都会到，钢厂的部队绝对不能动。那我们调守城部队去。那也不行，万一你拿不下指挥部，不就给了他们乘虚而入的机会？老百姓就会遭殃，城区你都守不住啊。 你这样，我呢，去支援钢厂。
你们俩负责保卫城局。那怎么行啊？您是局长，您得坐镇负责全局。还是我和明喜去吧。对，还是我。站住！我去有我去的道理。你们俩想想，哈尔滨城区，你们俩比我熟得多呀。你们俩保卫城区要比我合适的多。再说保卫老百姓，那担子比保护军火重要的多。我们要军火干什么？就是要保护老百姓。建立政权干什么？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。这老百姓都死了，都遭殃了，我们要军火干什么？屁用都没有。再说楚鹏飞不用担心，我在重庆跟他们交过火，他的套路我熟，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不是，局长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执行任务。城墙知道守卫军火的部队不能动，城防部队更不能移动分毫。可是如果此时端掉了楚鹏飞的指挥部，无疑会在战略上取得极大的主动权。城墙决定赌一把，单身入虎穴，去会会这个昔日的老对手。如果失败了，牺牲的也只有他自己一个人。此时身体虚弱的宋鸿明要只身前往楚鹏飞的临时指挥部，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，就算搭上自己的命，也要阻止楚鹏飞的攻城行动。就会下达攻击命令，让他们务必在这之前赶到。好。指定位置，等待您的指令。
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千万不要被黄强会迷惑，没有什么刀枪不入。听我的口令，全部向后退，不要靠过来，不要迂回上他们的当，休得听他胡言乱语。我佛已经给你们做过法事，佛法加持，刀枪不入，斩妖除魔，给我退回去。 Thank you.
把枪放下。军座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我们等待您的。把瓦机给我。 全部被包围，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活下去，回到你们的家乡，跟你们的父母，还有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在上个月，18四师的官兵，他们全部放下了武器，我也希望你们跟他们一样，为自由而战，和人民站在一起。 清澈又神秘，在北加尔湖畔。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加尔湖畔。
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。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清澈又神秘，向北疆而